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这一款是我们阿港 18 的空力车 Nitrogen。 那在2021年呢，新款的部分呢，它的改变呢是非常的显而易见的，是我们的 ACR 的内隐藏式的走线。那它把我们原来的两根油管巧妙的透过 ACR 的这个系统呢，走通过头碗，然后直接隐藏在我们的前叉里面，所以整台车子看起来非常的简洁有力。那当然呢，它在空力车上面呢，也是有专属于它的空力车的属性哈，上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它的专属的方程式。那这一款车它是属于碳布部分堆叠，它是属于二级的方式哈。我们阿港 AT 呢，它最新的碳布堆叠方式有三种，高阶款的叫做 Pro， 第二级的是 Elite， 第三级的话是 CS。 那这一款是用二级的 Elite 这个碳布下去堆叠而成的。 OK， 这是我们的空力车。那当然呢，在涂装部分呢，它这一款有两款的颜色，你目前看到这个呢，它是有一点银色渐变水蓝色，那另外一款呢，它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那个，算是铁深铁灰色。那它本身呢，在手扎在这边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它也是跟阿港一样，它有专属的阿港联名跟慈心联名的手扎带，这个也是它的特色之一。那它所配的变速套件是我们的速联 SS Force 二级套件。那以它的坐垫的这个做工这边呢，你如果是有比赛五一五的三铁的话，然后也可以变成三铁的坐垫的，等于说它可以往后移、往前移的这个不同的 offset， 也可以做这样子的选配。